1万根橡皮筋和超大可乐，谁更厉害？这个可乐大家都知道，外包装十分坚固，看我一个成年人砂锅般大的拳头，打上去一点事都没有。昨天这个可乐老兄托梦给我讲，别说1万根橡皮筋了，就算10万根橡皮筋，哥们儿也不把它放在眼里。一个是小小的橡皮筋，弹力十分足的这种，虽然用这一根勒可乐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但是他有10000个兄弟姐妹，我的1米8的大桌子都快放不下了。听起来实力都很强悍哦。那么屏幕前的你认为可乐会赢的可以评论1，认为10000个橡皮筋会赢的可以评论2，暂时还拿不定主意的可以先评论3，给大家3秒钟时间思考评论，马上为你揭晓答案。啥也不说了，直接开整。胳膊累得不行了，现在有2300左右橡皮筋，可乐目前没有任何变形的样子。现在能明显的看到下面是比上面细的多的多，上面已经完全被勒的粗了，感觉随时随刻都要崩，心里面越来越虚了，电池我都换了2块了。继续，我靠，不会吧，这都10点半了，好无聊，开会直播吧。这边在直播。再也不做橡皮筋实验了，啊，累人，太累人了，再也不拍这种类似的视频了。3 2 1，12000多根橡皮筋竟然没有把可乐挤爆，太牛掰了。这个崩着橡皮筋的可乐我们怎么处理呢？猛的一下扔在地上会怎么样呢？我此时此刻拧开这个瓶盖会怎么样呢？